改变我的天，改变我的嘴，看清世间有我水。听我的话，赶紧离开这个所在。要叫我离开，这阵绝对不肯离开。别啦，你滚。阿爹只有一份上诉，你赶紧送你丈夫，切丈夫呀！老爷，我绝对不离开你。你滚这所在，紧啊！如今我阿妈，如今我紧离开啊！你赶紧离开，卡免受连累。我老代理，你对小的全家温同在做，小的无以为报。假使讲老什么所在用得着小的，请代理吩咐，小一定尽全力去做。这老爷，你要叫撇下因两个查某囡仔赶路，不如叫将你将叔陪伴因两个到底离开，安尼咱嘛才会安心。代理，要陪小姐前往，这是。做事，坦白跟你讲，老虎在条条，你做着宽心，过无偌久，人就要来吵架啊！后来本官有话要问你，你若老实回答，你若真老实回答，不但优秀，而且能够免死。本官问你，在我要来进前，是不是有什么代志来接？有一个犯人，犯大人来过啊！莫非？莫非你将上锁交给恁查某囝？恁查某囝即摆人伫倒位？讲！哎呦，小姐，救命！张叔，救命！张叔，等一下啦！小姐，我看你脚一定是漏着啊。脚？我看麦。阿叔，咱也无赶紧走，官兵点就着来。我袂走，我若是离开。你甲明珠的安全是要安怎嘞？你有啥物话，你就直接讲啊！我迄个办法，就是将明珠甲地小姐交换送去迄个奸臣。你哪会死讲？啊，唔得做嗲明珠啊，伊伤心啊！阿娘，明珠，阿娘，明珠，啥物？你讲，你叫明珠代替我，小姐，这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啦。袂用的，哪会叫明珠代替我嘞？你敢知影？安尼做是叫明珠去伤心，袂用的啦。撇下这，这是唯一会当让你脱身，嘛是唯一会当让阮阿兄平安保护你去见你未婚夫的唯一办法。无时间，你紧上山，莫来跟我搞。我无跟你打，我答应你，让你白白替我伤心。你无眼睛，嘛无眼耳，替我安尼做，袂用个啦。小姐，你都答应伊嘛？小姐，卡叔你若安尼做，你是无得脱身的。我问你收，我已经决定，家己去见迄个奸臣。我会甲讲，是我家己逃走的，甲伊一点关系拢无。我一定会上诉，我要拜托你，提起我的未婚夫，找他的母，求我呀。假使讲，伊若无法度，这件代志，就要拜托你。这绝对袂用的，小姐，
你听我讲，假使讲我若是答应你，那你第代人对我的忠诚，敢毋是白费？我再讲，我将你木权是一介聪明，人比言轻，就算讲我真正去看到长风爷，敢不会相信我所讲的话是真的是？真对，小姐，木宽认为目前要救地大人苏秀，他说讲，咱会当一举将这奸臣的阴谋给揭穿，替朝廷除害，这才真正是国家以及百姓之福。是啊，邱哈子，你的责任重大，你袂用去无去啊。小姐，您讲的有道理，今嘛除了这办法，嘛无其他的办法啦。我哪会让你去做这款代志？你袂用的啦，你袂用的代替我袂下。小姐，救命！冲下，快起来！小姐，已经要无时间啦，我叫你先转滚好无？小姐，天下子，我求你，我代替你去好吗？虽然有明珠代替小姐去见奸臣，也不过奸臣已经知影上诉之事，到底要如何是好？可是，伊若害我交出来，我是要安怎？是啊，这要安怎？烦乱，哎呀，兄，你怎么做？什么代志？你哪样哩，弟兄？你怎么做？这小花现在大神雕，因大人不足主了。你想现在大神雕和明珠姑娘，因是遐尼啊亲兵待遇，你再搁想一个办法，你要将遐明珠姑娘。无像像地皮下要献予迄个干官的。将你个人智慧过人，也毋过想想公主，小看着因全家人的口干，小心话就艰苦的，也毋过小心要甲伊斗三公，我同甲伊斗三公，小心话就恶在。
对啦，那照我看，电梯下上可能都是玉帝神女。拄仔发用法术，暂时阻挡一名官兵，算起来嘛是淡薄违反天意啊。小五，先生公主，你着照我交代，继续伫边仔间协助。小五仔，小弟会遵照公主交代的话去做。你去吧，我暗中保护你。是。阿娘，你不是有话要甲阿姨讲？宽仁，你若听在世的时阵，爱去做一个有情有义、知恩报恩的人。你可怜某，你若听失望，阿娘想过，你也是将这本上书交予迄个奸臣。袂用的，阿娘。我袂用将上书交迄个奸臣，若是交迄个奸臣，害你要如何飞小姐去找迄个未婚夫？如果要如何见琼王爷呢？宽仁，你要陪小姐去找伊个未婚夫，你嘛着爱陪去找琼王爷。所以安尼，要将这本上书内面的文句，请在你个脚脚边。只有安尼生存，才是万无一失。你来将这本上书交予迄个奸臣，赐予伊性命，安尼是，你唔再会当安然逃走啊！阿娘的意思，海里明白。那安尼是，你坐啦，三堂。宽仁，你敢袂啉的听？阿娘，你放心，海里啉袂着。小五，是你。阿哥，阿今仔处理干啦？拢处理好啊。安尼，有啥物要我斗三间？小五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拜托你。宽哥，有啥代志你尽量讲啊。等下我去见迄个干事。假使若是发生任何意外，我都无法度阁回来啊！假使也真是安尼，我想要拜托你，带小姐去找迄未婚夫，甲见琼王爷。宽哥，你绝对袂有代志的，你连化验无疑。这种代志啥物拢无办。对啦，小五，离阮兜无偌远个所在，有一间破庙。那是我甲郑小姐初次见面的所在，你先带伊去遐避开。假使明仔载我若是无出现，你就赶紧带小姐离开。宽哥，小五，既然你甲叫我宽哥，咱就是兄弟，就是手足。我知影这件代志，我会当信任你。
一定要到三江。康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到三江。小五，多谢你。从今麦开始，我就是平安。我可怜你怎么去？阿娘，你莫搁哭啊！你若哭，撇下这心肝来，会搁较艰苦。比我更加坚强，平阿姐，你放心，小虎，林主席，唔对，我已经有习惯，小姐，小虎，你千万爱记得，唔通老出破绽，那无，咱的辛苦拢白费。我知影，小虎已经记在心内。阿娘，时间已经无早，我们来去。我已经拜托小五，带你去咱初次见面的破庙神庙去。假使讲这摆的计策，若是会当成功，我自然会跟恁会合。但是，明仔我若是无出现，小五伊会带小姐去找冲锋爷，甲今日未婚夫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文公，我相信。你一定会成功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是啦，康哥，你放心，你交代我做的代志，我一定给你办好的。相信吉人自有天相，你绝对没有代志。嗯。哼，赚一块饭汤，赶紧去地界遐。将所有家眷给掠倒来，今日去到遐尼久，拢还袂转来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代志？有一位自称是中年无权的人，带两名姑娘要求见大人。中年无权，伊竟然敢来？叫伊进来。是。娘。娘啦！喂，初明将你募款，拜见大人。你就是将你募款？是大人。要因两个呢？回大人，这位是地大人的千金地撇后，地边啊，迄个是个做某干小红。你现在给人拔起来。韦大人，本来小的是受了狄大人指导，要带两个人逃走。也不过小的想法真明白，小的跟狄大人并无任何的瓜葛。他说讲，也因为这件代志一心犯险，实在是无计在，所以才将伊两个绑来这，要交予大人。啊，嘛想要甲大人讨一下赏。哦，好。真好，大人，你凊彩带两个查某囡仔来，就甲骗讲这是地界的查某囡仔，这是地界的查某囡仔。啊，我对你的眼神甲你看起来嘞，对你并无怨恨，也无责怪。我看你明明是冒充的。忘掉，我是冒充的，我唔是地界的查某囡仔。
你竟然放开啊！哎，无啦，大人，唔是安尼啦。你唔是第太子的查某囝，真好，真好。小姐，安尼看起来，你才是第大人的查某囝。大人，伊肯定是第大人的查某囝，无唔对，请大人明教。第皮啊，即马你有甚物话通讲？哼，既然已经落在你的手头，要抬要挂，谁知哩？哦，文官看你是一千金小姐，把你抬死未免太过可惜，将你无办。小会知，你除非掠因两个人来交付我了后，是不是还有什么物件要献给文官？是啊，大人，还阁有这项物件要交给大人。哎，什么呀？大人，对，这确实是。地界的亲手笔啊！你这无良心的奸臣，我爹爹为官，忠君体国，想袂到你这奸臣，竟然欺上瞒下，让皇上将阮全家抄家。就算讲你这么得意，将来你嘛一定会衣袖万年。你真好大胆，你敢骂我啊？你不跟我大声。既然我落在你的手头，我早都惊死。小姐，我袂跟你讲啊啦。也够了，将你无看，你真够铁心。你袂心脏，我来爹好心收留你，搁给你一笔钱，做丈夫安家之用。你望阮袂记，竟然将我献到这高官。哎呀，嘿，小姐啊，我厝内哦，还阁有年老的母亲爱饲咧。搁再讲，我还阁少年，还阁有大好的前程，你就莫怪我啊！啊，对啦，大人，这嘛小的已经将因两个交予大人啦，就请大人即时将因关起来。慢车，拄则伊讲你卖身葬父，而且本官捌听讲你捌解救过。大人，小的伫卖身葬父之前，确实伫无意中捌救过小姐一次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是一个见义勇为、豁达不平的少年人，而且。你会当卖身葬父，可见你也是一个孝子。参照你这款人，要哪有可能会出卖别人所托不忠人之事呢？而且地界有阮在你面前，你要哪有可能将伊的查某囝掠来交予本官？大人，哎，虽然对大人对小的有恩，但是小的当卖身葬父，可见小的嘛是一个孝子啊。小的出来。还有年老的母亲爱饲，他说讲上小的阿娘，甲因比起来，当然是小的阿娘较重要。你这小人，水是水的，也莫看起来要参照一个千金小姐。阮家小姐就是阮家小姐，哪有什么有相无相啊？他说伊那是一个千金小姐。对伊的讲话，甲伊举止行动，伊的眼神应该是真骄傲。也毋过我安怎看起来，都无参照，敢若参照一个普通的查某囡仔。阮家小姐，伊对待人就足好诶，伊去常常去庙里烧香拜拜，哪有啥物骄傲诶？小姐，伊去最爱读册，当然嘛是知书达理。哼，这么参照你这种人，册是读真济啊，也毋过鬼巴肚，真是害人的报数。你，甲出口骂吧，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。小，你真好胆哩！
十八几个，你老实讲，伊是毋是恁家的小姐？你若老实讲咧，我著当当忧伤，而且会招你不顺。我自细伫咧地家做查某囡仔，阮老爷父哩，甲阮小姐，拢对待我甲亲像家己人同款。你怎会当要拍过我？你既然敢拍我，你先走开！你好歹，你搁敢出嘴骂我？来人啊，继续甲我拍！来人啊！在，马鼻退出来。是。又当作是，我抓你爸母的时阵，伊也唔敢对我安尼想，想靠你这查某囡仔，嘴遐尼硬，遐尼厉害，拄着条条问我，我今日若要好好甲你教训，你绝对学袂乖。请姓罗，请姓罗啊！安怎？大人啊，我是一个庄稼人哦，唔捌看过这种场面，请大人直接给伊关起就好了。你是伫惊？是啊是啊，小出惊的啦。小庄稼吼，也捌看过人在用钱，所以。所以你看了不忍心唔甘，对无？啊？唔是啦，大人，唔是安尼啦。将你无还，小仔，你将地界的查某囝交予我，这是大功一件，而且连图上所交出来，这就是大功第二件，所以本官当当有受，多谢大人。也毋过本官还阁需要你做一项代志。什么代志？迄个死查某鬼啊！你好好的，搁再甲伊拍，搁再甲伊鞭。你若拍到，让我真满意，我就当当忧伤。是说你是拍了，让本官无满意者。我可能会认为讲，伊就是无名代替，而且你甲伊的关系，啊？是，大人。拢会靠阿娘一个人，
不如就给查某囝，计无枪毙儿子。阿娘阿兄，莫当顺利送毙儿子出去。阿娘怕袂受到母皇之灾，受牵连啊。阿娘。讨赔去，硬通怪我心胸手烂。我白骗了，既然落在你的手头，我早都唔惊死，想我都怕死。地夹规做伙，然后迄个尸体咧，用草车滚滚咧，啊，等你放到野外去。是。将你无烦，你做了真好，本官真满意。你起来。是，本官堂堂优秀，夏大人。嗯，来人啦，在，准备银两。是，将你无看，本官收你一百两的文银，你提当去好好养好恁老母。多谢大人，严哥，你爱记，今日这个代志，你千万别咧甲我弄洋出去。实说，你若是讲出去，让我知影，我绝对找你算账。是。
是，小知影。地劫啊，地劫！你这个老匹夫，你千辛万苦所写的上书，竟然落在我的手内，本官绝对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两位官爷，两位官爷，请稍等一下。你要从啥？官爷，地家可是对小的有温情的，是不是？等我小的见小姐最后一面，让我甲拜一下，安尼我心肝内较会安。好啦，较紧较紧，无我来叫代志妹啦。多谢官爷。想要拄到丁万这个奸臣，替你报仇，明珠，明珠。明珠，你在天之灵一定爱保庇阿兄，早前你将地小姐送到台湾府去冲王爷，也好洗刷到地带你的恶苦。阿兄在此向你拜别，明珠。你破病，我绝对袂当让明珠白白牺牲。拄只看你，伫咧电话门口摆迄个。那是明珠，明珠，快走去！姑娘，小姐，小姐，姑娘，姑娘，小姐，快走去！姑娘。小姐，你莫相信佫艰苦啊！我相信哦，宽哥和明珠小姐，因绝对平安无代志。
小姑，你哦，莫叫我小姐，你叫我撇下，安尼好不？好啦，就叫你撇下，安尼嘛较亲切啦。你相信我，我相信哦，款过一定会顺利完成，等下和咱相会。系啦，一定会。你来休息一下，我来路口接宽哥。麻烦你。菩萨，请你保庇，我有为公，会当平安无代志倒转来。也讲，明珠小姐代替我，我嘛求菩萨，你会当保庇伊平安。明珠在这，虔诚祈求你，菩萨，请你保庇。陈皇祖，我凭你的传票，请指示。将你已经归家过来了，正式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杨哥，陈皇祖，阿唔过什么？将你的小妹已经牺牲了。什么？敢有代志出破？代志并无出破。这件代志讲起来过头长，你知影就好，千万莫让电表下知影，但无伊会非常自责。我知，杨哥。伊那一家人，毋是变啊足可怜的。小等下，你予电片下化妆，露扮淡妆，安尼会安免掉一路上无必要麻烦。陈公子，你讲来互你。我有淡薄烦恼，上帝表情，我看卖一下。小吴，你会记我所讲的话？收着。我今较早吼，我穿的衫，我想讲，我摕来你穿。是安怎要摕你的衫给我穿呢？听你想看卖，哎，一路上咱来跋山过岭，啊，你若穿做安尼，啊嘛不方便啦。我想吼，你若穿做查甫的，啊穿安尼吼，一路上还要先出一麻烦咧。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我来听，你先把衫换换，我电话号跟你讲。多谢你。现在都成天那回事来嘞，康总，康总，啊，你平常那歹看。
主，我一个好小妹，你会当这么明白事实，佮这么有勇气，阿兄实在真敬佩。你紧起。世人阿兄欠你，只有后世人才阁欠你啊！请受阿兄一拜。阿兄，你唔通，咱两个是兄妹，那我阿兄几摆想袂到，咱将你甲做一个孝子，我嘛希望咱将你甲。会当出一个好查某囝，安尼阿爹，安尼，还阁来做事，卖当感觉安，你讲对无？明珠，明珠。后世人哦，一定会去投胎，大富大贵人家，吼、哦。英雄，你敢有敢真实？你敢有敢真实？代志已经发生啊，嘛无多挽回啊。即摆上场啊，就是爱送小姐去见青王爷，含伊的未婚女，答应完成第大件的婚姻。你叫我到底去见哪面啊？苏阿娘，她是知影明珠的代志，伊一定无法度忍受这种打击。我是要来向阮阿娘交代，娘，小姐哩，伊来电话啥？小姐，木宽回来。文公，你平安都回来啊？是啊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是安置新的打扮？哦，是小武公哦，叫我入扮当中，按一路上较方便呐。小武，你是来收了真周到。这是应该啊。明珠跟小虎呢？明珠伊，明珠跟小虎因真好啊，
因无代志啦，连阮迄个官司已经相信我的话，将因拢关做伙。安尼真好，至少因两个斗阵会用互相照顾。文公，小姐，以后你莫阁叫我文公，就叫我无关就好。这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着缀小武叫你宽顾，你着叫我配合，安尼好无？什么来用啊？你是？你那袂用你啦，宽顾我小武拢叫伊配合。殊不义的，咱就要出发。母亲已经知影出事，大娘，我哪够在这？你是啥人？大娘，你哪会自尽的？你是安怎要救我？你害我死！已经死了，你家己一个人看无大段，伫咧风吹路上，你让我来去陪伊啦。大娘，你的查甫囝无死，有可能，伊明明都已经无气啊。伊的魂魄并无离开身躯。只不过是一时气喘袂起来，咱的病毒都发到救命。啊！你是救死神，救死神救我查某起来，我救你。
改变我的运，改变我的天，改变。